和太太周黛毅一起穿着粉红色 T 恤，拿着新型 USB 两款木款小物用力放闪，展现夫妻俩的好感情，也展现家庭和乐的气氛。更欢迎支持者来购买实用的木款小物，帮助敏勋力拼选举，迈向二连任。那我们这次哈，明勋这边有准备了两款的这个竞选的募款小物，那提供我们民众哈来做选购。那其中一个是包含我现在身上所穿的，好，这个前面前方印有明勋 Q 版的这个 logo， 那以及后方哈有我们印制这个明勋的那个 slogan 哈，那个暖暖最用心的这个 T 恤。那这个是可以让哈你们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还是情人之间，你都可以穿这个情侣 T 或是家人出去的团服，好，都可以穿在身上。那还有我们这次很特别，然后特别去定制的这个随身碟。那代表这个心心相印，爱心形状的这个暖暖最用心的这个用心随身碟，那这个也是欢迎大家，不管你是要送给你的情人，送给你的家人，或是你所爱的人，都可以 用这个爱心的这个心心相印的随身碟送给他，那当作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小礼物。那送礼自用两相宜，那也可以把你们出去出游所有的照片存在这个随身碟里面，会是一个满满的一个温馨然后爱心的一个回忆。在贤内助用心设计下，延续粉红色系推出摊车摆放粉红及白色两款 T 恤，以及新型 USB 木款小物和免费赠送给支持者的 Q 版磁铁以及立体口罩等选举小物，暖心用心拼选举。那因为我们这次也特别去定制了这个代表敏勋颜色的这个粉红色，这是我们这次从2018年参选到现在我们的竞选的主要颜色，那也是我背心的颜色。那这个就是在我太太脸上所戴的这个那个立体的这个口罩。那希望说在后疫情时代大家出门难免都还是会担心还是担心疫情的这个状况，还是会戴上口罩。但是我们希望说大家是可以戴上一个很特别，然后 3D， 然后很可爱、很漂亮的一个口罩。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竞选总部我的服务处来领取。让暖暖持续进步，让做事的人继续服务，挺会做事的人。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